由萬科發展位於長沙灣的蓮芳，近日推出第二期蓮芳二項目，提供370伙，户型涵蓋開放式至三房，發展商開放兩個全新無改動的示範單位。首先看18樓 S9 室為藍本的清水單位，實用面積356呎，屬於兩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一入門口的旁邊就是私置收納櫃和鞋櫃，中間可以放置外出用品。跟住就是開放式廚房，配備收納櫃和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雪櫃、煮食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下飯廳開側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不設走廊，空間更加實用。外連露台和工作平台，寬敞方便晾曬衣服。兩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均設有角窗，可以提升房間內的采光度，亦都可以望到開陽的景觀。浴室有窗屬於名次，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和鏡櫃。然後我們參觀以18樓 N1 室為藍本的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280呎，屬於一房間隔。一入門口的右邊設有收納櫃，中間設有擺放外出用品的位置。門口的左邊是開放式廚房，設有基本家電。包括煮食爐和洗衣乾衣機。而蒸焗爐和雪櫃就位於大門的右邊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間隔方正，足夠的空間可以放到雙人梳化、電視櫃和二人餐台。廳區外連大露台，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和衣櫃，都可以運用3.5米高樓底打造小閣樓，更加充分地運用空間。浴室位於睡房入面，以企缸設計，有洗手盆櫃和鏡櫃。蓮芳位於長沙灣，鄰近深水埗和南昌，坐擁3站優勢，而且附近長沙灣道亦都有多條巴士路線，交通4通8達。項目的基座設有商場之外，附近亦都有不少的民生商店和街市，亦都有大型商場，可以滿足住戶的基本日常需求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的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們的 Facebook 和 YouTube， 下次見啦，拜拜。